saya salah satunya menantu orang Taiwan. Saya datang dari Indonesia. Tôi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tôi tên Nguyễn Thị Tuyết Anh. Năm nay lại Đài Loan, đã 6 năm mấy rồi. Em tôi với chị tôi cũng ở Đài Loan. Hiện giờ tôi có hai đứa con trai và đứa con gái. Họ tên Luận Y Viện, và sư Giê Nạn Lệnh, thì cha là Thái Quan, thì chính si nền to lần, và sân sang cái xào hải. Mình lại Thái Quan trẻ tả hành xin hủ. 我是小皮，我是从印尼来的。我是因为喜欢上台湾的帅哥，所以呢成为台湾的媳妇。 爱情无国界，婚礼是爱情另一阶段的开始。全台湾三四十万人的外籍配偶漂洋过海而来，嫁给台湾郎，就注定在这里落地生根，哺育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是爱让我们更接近，透过婚姻建立起浓浓的亲情，也期盼用爱来关怀新移民 baby 健康快乐长大。跨国婚姻本来夫妻双方就有许多需要适应的问题，随着宝宝哇哇落地，家中有了新成员的加入，对新手父母更是甜蜜的负担。如果宝宝生病了，担心紧张之余难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我结婚不久之后就怀孕了，很高兴又很紧张，不知道肚子里面的小孩健不健康啊，发展的正不正常，生下来之后我要怎么带小朋友啊，台湾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给外籍新娘，什么时候该打预防针，还有有没有免费的健康检查。为了迎接新生命的来临，父母要用更多的爱来照顾小宝宝的到来。因为新生儿从脱离母亲脐带的刹那间，就要适应和母亲子宫内完全不同的环境，所以格外需要细心的呵护，才能克服和习惯。看着宝宝挥舞着稚嫩的小手，不禁要说：宝宝加油，父母也要加油。如果新手父母能够多拥有一些照顾婴幼儿的知识和技巧，相信育婴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发现啊，外籍妈妈在带小朋友的确很辛苦啊。那他们不用担心，只要按照儿童健康手册上的日期，定期到卫生所或者医疗院所来接受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那就可以获得很正确的育儿知识。新生儿一出生，医生会替新生儿做身体检查，当新生儿进食24小时之后，医院诊所就会进行新生儿先天性疾病的筛检。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身心发展是延续的，需要长期的定时追踪。所谓预防重于治疗，儿童预防保健服务是让父母透过定期的检查，可以了解到自己小孩生长发育的情形，以及心智发展状况的评估。儿童预防保健服务是全民健康保险专为七岁以下的小宝宝设计的，家长可以带着婴幼儿到卫生所、小儿科或家医科专科医师进行检查。为了让宝宝获得更好的健康照顾，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总共有高达九次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所以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放弃权利哦。检查的时间和次数，以零到一岁的检查最重要，次数也最多，可以有四次，一到两岁有两次，之后大概就每一年检查一次。检查的项目包括四大部分：一、儿童发展检查，有病史查询、身高、
头围、体重以及发展检查。二、医生检查，外观、听力、视力、口腔检查、心杂音检查等。三、预防接种，提供各种疫苗的接种服务。四、育儿指导，提供爸爸妈妈育儿的正确资讯。这个外籍妈妈有时候他们受到的这些资讯啊，都停留在过去，那这个时候必须定期的，比如说两个月要来检查一次，还要打预防针，然后就赶快看她的生长曲线对不对，还有动作反应对不对，然后适时给这个母亲的教育。所以这个婴幼儿这预防保健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下一代能够有很好的体格啊，很好的健康啊，这是非常重要。既然儿童预防保健服务非常重要，那么宝宝健康检查前要准备什么呢？首先一定要记得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 IC 卡。检查前要先填好儿童健康手册中生长记录表及家长记录事项的各项问答，以建立宝宝的健康记录与生长发育资料，供医护人员参考。健康检查是宝宝成长与健康的重要防护网，为了宝宝的健康着想，家长一定要好好利用，定期带宝宝去做儿童健康检查，别让宝宝的权利睡着了。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是父母最大的盼望。事实上，孩子的成长都有一定的时程，观察和记录宝宝身心发育情形，不仅是为人父母的骄傲和满足，也可以借此了解宝宝成长状况，一旦有发育迟缓情形，可以提早治疗。所谓发展迟缓儿童，是指未满六岁的儿童在动作、讲话、听力、智能、心理发展等各方面有落后的情形。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发展迟缓儿童发生率约占儿童人数的6%到8%。若是发现太晚，孩子错失治疗的契机，不仅父母内心伤痛，也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通常透过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医生可以检查出宝宝有没有发展迟缓，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儿童健康手册上的家长记录事项来观察宝宝的发展状况。例如婴儿在4个月时，宝宝的头应该可以直立，如果头部仍摇晃不定，就要送去给医生看。当婴儿在6个月时应该会翻身了，将手帕盖在他的脸上，他会将手帕拿开。9个月的婴儿会用双手和双膝着地向前爬行，还会一手各拿一个玩具互相敲打。1岁的宝宝会用拇指和食指指尖捏起小东西，如葡萄干。如果您的小宝贝无法顺利完成这些动作，可能有问题，一定要赶快主动找小儿科医生仔细检查。万一证实有发展迟缓的现象，就可以及早发现，尽早治疗，并且把握黄金疗愈期，尽量在0到1岁黄金时期进行疗愈，给予均衡的营养复健，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轻家长日后的负担和节省庞大的社会成本。预防接种可以预防疾病，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就应该要打卡介苗，满2个月之后就要定期接受预防接种。家长只要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 IC 卡，
按时到附近卫生所或是预防接种合约医院诊所进行预防接种，就能够提高宝宝的免疫能力，避免病毒侵害。通常预防接种之前一定要先给医师检查，确认没有生病或发烧现象。万一宝宝发烧了，医师会要求烧退后再接种。如果是注射疫苗，有时接种部位可能会发生局部红肿和疼痛，大约2到3天内会消失。父母亲可以用冷敷降低不舒服的现象，少部分的宝宝可能会出现一点点发热的情形，这时候让宝宝多喝开水，通常热就会退掉了。假使发现宝宝一直发烧到38.5度不退时，就要马上带去给医师看。预防这种时候，宝宝可能是说会有一点不舒服了，然后他可能会发烧啊，发烧之后可能会哭闹，哭闹跟这个照顾的方面的话不是很困难。然后比起我们会面对的一些不接种的风险的话来得好，我觉得是去接种会比较让我们放心。台湾预防接种的种类十分齐全，而且都是免费的措施。为了防患未然，只要按照儿童健康手册的时间带小孩去接种，就不会有漏失。这样宝宝多了健康的防护罩，父母减少一分担忧。所以再忙也一定要带宝宝去打预防针哦。外籍妈妈嫁到台湾，缺乏亲友咨询育儿经验，可能会让妈妈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候您就可以善用儿童预防保健服务，请卫生所医生或护士提供育儿指导，包括育儿的健康知识、营养、发烧和腹泻的居家照顾，以及事故伤害预防等，相信可以获得满意又及时的帮助哦。活泼健康的宝宝带给家庭无限的欢喜。当佩斯的小宝贝发烧时，他们和所有的新手父母一样，整晚不眠不休替宝宝量体温、喂药，父母浓浓的爱心表露无遗。发烧是婴幼儿最常发生的症状，最需要父母细心的照顾。但是每位父母对发烧多半有发烧恐惧症的焦虑，生怕发烧没治好会把脑子烧坏掉，产生癫痫、智障或聋哑等严重的后遗症。这些对发烧错误的说法是造成父母焦虑的原因。人体内有一个体温调节中枢，可以调节体温。婴幼儿体温比成人高一些，耳温在摄氏35.7到37.5度左右都算正常。其实宝宝发烧，父母不用太焦虑。发烧是帮助不善表达的宝贝发出的生病求助信号，这时宝宝正在和疾病大作战，透过发烧提醒爸爸妈妈，我生病了，该去看医师咯。一旦宝宝体温超过38.5度以上，就要赶快带宝宝去看医生，找出生病的原因，才可以对症下药治好宝宝身体的病痛。至于如何判断宝宝有没有发烧呢？一般家庭使用电子耳温枪，方法很简单，但是婴幼儿的外耳道比较狭窄，所以量1岁内婴儿应把耳朵往后拉，量1岁以上的幼儿需把耳朵上提，再把耳温枪插入越深越好，按一下按钮，在1秒钟内就可以测得体温了。宝宝在就医之后
就要按照医生吩咐的方法，正确的吃药和照顾宝宝。对于发烧的宝宝，要多补充水分、开水或果汁，减少衣着或盖被，以促进身体散热，并维持室温凉爽，保持安静，让小宝宝多休息。除此之外，父母亲要观察宝宝的活动力，吃奶分量有没有减少，观察宝宝的排便情形，以及留意宝宝的哭声，因为生病时宝宝的哭声会和平常不太一样，如果宝宝有上述的症状，就要格外小心，就医时也要告诉医师。喂母乳的妈妈最美丽，初为人母，最关心宝宝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所以宝宝排便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哦。其实预防宝宝拉肚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喂母乳。对于宝宝使用的用品，最好要消毒和保持清洁卫生。当宝宝拉肚子，父母心情总是随着便便次数牵肠挂肚。一般来说，喝母奶的宝宝大便的次数会比较多，一天会2到8次，颜色是金黄色，大便比较软。喂牛奶的婴幼儿大便的颜色比较黄，质地较硬，味道比较臭。但如果宝宝大便的次数比平常还要多，而且拉稀或水水的，可能宝宝就有拉肚子的情形。通常宝宝拉肚子因为不舒服，会比平常爱哭吵闹，不容易入睡。万一宝宝拉肚子，父母亲怎么办呢？这种情形一定要带宝宝去看医生，并且详细问清楚照顾的方法。如果宝宝是喝牛奶的话，要先停止喂食牛奶1到2次，这期间可以先给宝宝喝温开水，并注意观察宝宝的大便。如果情形没有改善，一定要带宝宝去看医师。台湾随着外籍配偶这群可爱的新移民潮加入，让台湾展现出丰富多元的文化。这些美丽的台湾媳妇儿，随着宝宝的诞生，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一定要按照儿童健康手册上的资料，定期接受儿童预防保健服务，按时进行预防接种，并随时运用手册上的生长资料，检查小 baby 发展情形。如果遇到疑问，请打电话到各地方的卫生所请求协助。如果有语言不通的困扰，也不用担心，目前有些卫生所或医疗院所设有外籍配偶通译员，可以解决您填写资料或语言不通的问题，并且还会提醒您带婴幼儿按时就诊哦。像小平和雪英，他们认真学习育儿知识，又热心助人，还可以成为通译员，为同族姐妹服务。现在政府为了提升外籍配偶育儿知识，印制各种语言版本的手册，供大家到卫生局所索取。所以，为了下一代的成长与茁壮，也为了宝宝的未来生活品质，让我们为美丽的台湾新娘加油吧！谢谢你们用温柔的呵护，造就更聪明、更健康的下一代。